喀什火车站候车室，现在是凌晨3点多。我4点多的火车，坐车去和田。131一个晚上的房间还不错。喀什河著名的和田玉就产自这个河里边。河岸边上就是一个玉石批发市场，叫远东玉石批发市场。远东国玉原石市场。好，我们进去看一下。这里边是批发的，过节好像人气不旺。随便进来一家店看。好漂亮的玉啊！老板的玉啊，我估计在上海可以买好几套房了。爸爸，没啥。爸爸，不懂，所以说就是看一看啊。漂亮，很漂亮的。这都是中国传统的雕工，有那个知了蝉，还有金鱼，年年有余，白菜，啥都有，啥都题材。对，对，什么很多题材。哇，很漂亮。啊。刚才看这家叫玉园玲珑，
和田国际大巴扎啊，现在只是个售楼处，还没造好。旁边另外一个巴扎造好了，我去那边看看。和田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宏达国际大巴扎。服装批发区域。这套餐具好漂亮，手工的。本来呢，我想买一个，人家跟我说，一个不卖，要买一整套。上下四个橱柜满满的。2000多人民币。大巴扎里边一个卖厨具的商店。哎，各种各样的筷子，好漂亮。
这个是就是最传统的一个地摊木架子，这个就是所有的整个结构没有包含任何的一个金属，这全是木头，它没有任何的金属。最开始的地摊架子就是长得这样啊，虽然这是我们后期啊新做的，但是所有的工艺啊，所有的方法都是按照那个原来的老的一些方法。你们这里的传统它是羊毛编地毯吗？对，这些都是羊毛的。都是羊毛的是吧？这些都是羊毛的。然后这个是棉线，也就是相当于就地毯的一个底，就是经纬线嘛。你看，还有包括你看，这是两层的，这个还没有完全那个打好，这是两层的，前面和后面是一对。那编织方法的话呢，就是前面的一根线和后面的对应的一根线，两个就是一组。然后是一个传统的八字扣，就是阿拉伯数字里面的八，一个一个的打结出来，就是整个一列做完，地毯呢就是一列一列的做，它不可能是比如说我先做这儿啊，是吧？这边的方案比较容易一些，我先做这儿，再做这儿，不是那样的，那只能是一列一列的，先做完一列，然后在中间这两个中间再过一个经线，然后再固定。那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完成的，一个一个的。然后是这边的话呢，这也都是我们在和田当地啊做的一些手工的摊子啊。这个图案呢也是比较传统的，也是可以代表。这是属于伊斯兰风格还是维吾尔风格？这是代表一个和田地毯的一个图案，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波浪式。波浪式是啥？它是水的波浪。新疆不是一直缺水吗？其实这些都是水的波浪。当然和田地毯不可能是，比如说你刻完一个水，它不可能给你画一个水。它是有抽象的独特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对对对，就是和那个汉族一样的是吧？对对，然后还有这些嘛，这些都是我们咱们在和田手工做的。这个图案也比较多，这个图案呢也是相当于一个好多那个骆驼呀，是吧？它的底色呢其实一个相当于一个沙漠的一个颜色。这块大概多少钱？这个是3900左右。这个就是纯手工做的是吧？3800左右啊。对，这是纯手工作。还有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包括这个它的底色呢就是沙漠的一个颜色然后还有一些骆驼也是新疆的，也可以代表一些新疆的一个元素。还有这个也是，这是艺术学院的一个老师他做的一个图，这个图也是里面比较有名的然后这个还有这个上面也有个大的，这个是蜡花式，它是呢对于光的一个渴望追求，就是中间呢它是想表达是蜡烛点燃着，然后是这些呢它的光源是往四个方向扩散，但是对于一个光的一个追求。还有这些都没办法不一一的跟你讲了。这个是星星图这是一些来自于一个天文学的一些元素。这个是类似于一个古代的一个这个也是那个刚刚那个波浪式，这一沓全是手工的编的是吧？对对对，我看
这个是刚刚最前面给你看的，还有那个那边挂上去的吗？你这个大概是多少？是1.5米乘1.4米，1.2乘1.8米，1.2乘1.8米，2.16平米。这个工人编的话大概多长时间？一个熟练工，我们这个这种盘子，我们是360道，一个熟练工，一个月呢能完成是1.5平米左右。1.5平米，那你这个其实那就是两个熟练工，可以在20到25天左右可以完成这个。哇，那新疆真的人工便宜啊，就是啊，这人工还好还好。然后还有这个呢，它为什么没有颜色？它这种团子叫做本色，就是羊身上的毛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也就是说没有染过色。羊身上也可以提取到4到5种颜色，你看这是一种颜色啊，是还有这个白色，还有这个黑色等等啊，这就是这个洗的话也不脱色是吧？这不会，这个能洗吧？能洗，就是纯就是水洗啊。这种粉色啊，这个是面花式啊，那上面也有一个挂上去的。这个面花式其实啊，你看这些就是新疆不是产棉花嘛，是吧？其实这些都是棉花。就说你这个每一个地毯也是专门有人去设计的，设计完之后，然后呢，然后那个地毯工来编织是吧？啊，对对，哦。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古老的那个时候就是。放到那个马呀，是吧？那些上面，然后这两边呢，放一些东西，在那个出去什么旅行啊，或者是这是什么风格？怎么我感觉像南美风格啊？因为我去过3次南美洲，然后我在那个 Cusco，那边看到他们当地的也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些老东西，也是你们本地的风格是吧？然后这个呢，这也是360道啊。还有这个就是石榴花图案啊，这个很明显啊，就是新疆的石榴，这是有政治含义吗？还有然后这个啊，然后这个呢，这个是720道啊。地毯呢一般是不仅是看前面啊，更重要的是看后面是越密，它的密度越高，那就是价格越高了啊，而且。相对来说那个做起来也更难了。这个多少钱？这个是你看啊，这个是羊毛加那个蚕丝啊，这个晾出来的，这些晾出来的都是蚕丝。如果是纯羊毛的像这样纯羊毛的它不会晾出来，而且这个是密度越高，这个的话一平米可能是7-8千左右。那你这一块大概要10000左右了？对对而且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员工啊，可能它就是宽度是70嘛，好像是80，应该是70吧，还是80？一个员工要做的话，一天可能是做不了1公分。真的是，如果一天能做1公分，应该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这个是密度也比较高的。我们到楼上吧。这都是手工的，这是手工的，这个整个二楼都是手工的，除非那个转上去的那种，感觉手软一些。呀，老板的店里边，我看资产也要上千万了。然后一条地毯10000多，1000条不止了。就是刚刚跟你说的那个蜡花式，蜡花式的另一个表达，另一种颜色，但是里面的内容不一样。然后这块呢，就是和田最传统的，最传统的一个散花式的这些图。这个散花式呢，出土的东西也比较多，比较是那种老的出土的东西。如果是地毯的话，大部分都是那个散花式。
啊，那是啊，这个最左边的那个是蚕丝的，蚕丝的不是羊毛，是蚕丝的。这几块呢，可能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货。很久以前。你们现在出口的是吧？现在出口率比较低。这是老地毯是吧？对。哎呀，感觉有点像那印度特色，因为这是梅花鹿，加那个生命之树，这些是花瓶。下面这些都是你从民间收集来的是吧？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三花式，老的一些图。这个是老地毯是吧？对，这是这中间这都是我们收藏下来的东西。它下面就褪色了是吧？自然褪色了。而且是那个我们和田应该是本地收的。嗯，不仅仅是褪色，也没有那个太大的一个褪色。嗯，因为这些东西呢，那时候的工艺都是那个植物染色和光合染色。嗯，主要是它那个表面上的那个毛，嗯，已经是掉没了。就是它本身就在家里也是用的，后来采啊什么的，它会自然的掉毛了，就是。对，还有这个，这也是比较老的一些图。色彩还可以啊，你像你说老地毯的话，都用了很多年了，有可能上百年了，色彩看着还可以。这些地毯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过百年了。对，这里是那个石榴花。啊，你们这里真的石榴蛮多的。对。对。和田夜市，这边一排全是卖蛋的。发币，发币。
这边吃还是咋不？在这里面吃。哦。你瞅，多垃圾哦！中国铁路的硬卧车厢，
外面的是戈壁滩。